财富，你我都赢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吝啬成性。反正主人根本就不爱浩兰姐，留着玉佩又有何用？哎，你，浩兰姐，浩兰姐，走，你带我去哪儿？我带你去看真相。阿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你吗？我带你去看啊。我不去。浩兰姐，他明天就要走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吗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不去。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心狠，不行，你今天非去不可。走，走啊，你快来。浩兰姐，亲眼看到了吗？他还受着伤呢。浩兰姐，你快去劝劝他吧。主人，主人，你快别找了，你放弃吧，你明天还要出发呢。主人，滚！浩兰姐，浩兰姐，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？你快叫他上来，他还受着伤呢。不是你扔下去的吗？那你就下去替他捡吧。浩兰姐，找到了，主人，找到了。哎，李浩兰，你给我站住！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真的糊涂了。你故意指使司徒月找我，或许你又需要我的效劳。我没有。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你拥有冰冷的刀锋，向往着无上的权力，你就应该运筹帷幄，意气风发。现在你的表情真的不适合你，一点都不适合。要是没有别的事，告辞了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究竟要什么？出事是一次豪赌，如果我赢了，至今付出的一切都会得到回报；如果我输了，你要果断放弃秦王孙。什么江湖义气、救命之恩，都要忘得一干二净，立刻回到邯郸城内吕氏总店，取走我留下的金银细软，带着钱远走高飞。你的下半生即使没有权力，也会拥有财富。下半生做个女富豪，然后呢？为了绝对的自由，你可以豢养家臣、情人，但不可以嫁人。记住，不要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，更不要让他们碰你的钱袋。是，我记住了。多谢你在赴死之前还为我考虑周全。我要去睡觉了，至于你，请走吧，不送了。吕不韦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的谆谆教诲我记住了，你给的钱财我收了，你要去死我没拦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是我最早发现了你，是我栽培了你，是我最早爱上了你。秦王孙还有其他男人，凭什么要把你夺走？我不愿，宁死也不愿。好也是你，坏也是你，什么都是你说的，那我算什么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无耻之徒，不讲东西，不讲东西，无耻！放开！我不。
信松哥，放手！主人。吕不韦，我平生所求不过就是尊重二字，可你就是不明白，你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可以从容去赴死，但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一切是不是我想要的。你让我带着钱财远走高飞，好，我答应了，不过将来我还要带着钱财嫁人，让你的钱财另属他人，活活气死你。也许你已经葬身秦国，就气得你连棺材板都压不住。知道创下这份家业我花费了多少年，用了多少心力吗？你竟然要把它全部都送给别人，难道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不应该说就算你离开了我会一直等你回来，等你平安的回来吗？哦，原来是想用财富换取我的心啊，没那么便宜。大街上别做梦了。就算我吕不韦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，可你依然爱我，别想摆脱我，一辈子都别想。我就是化成鬼也会回到你的身边，财富你我都要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吝啬成性，吕不韦，你没有问我就亲我，这就是不尊重。好，那我尊重你，现在可以亲你了吗？现在好后悔，父亲走了让我发了毒誓，我以为我可以放下，但我却始终放不下，残忍地伤害了你一次又一次。可现在我却又自私地要你留下来。好了，谢谢你还肯回来。你要记住教训，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，除了我。